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饼干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一期韩服最顶的这个 M16A4 Obligate Machine 机械亡灵的合成预览影片啊。那么这一把的话是用我的 M29 啊 Whisky RF 最顶的这一把 M29 来合成这个 M16A4 啊。那么这一把的话呢，买的这一把素材的话，差不多花了两千万左右啊。那么最主要是看啊，这个色素跟这一个比较相近，13.18和13.17啊，它这两个数值较近的话，就可以就比如说只减0.1，然后其他的数值大幅度的提升。那么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最后合成出来3F，这个色程是拉到了78.1啊，非常的夸张啊，基本上是算吃到最顶了，已经是。啊，一般达到76、77的都非常的少，更别说78啊。然后攻击的话只差0.2啊，这把唯一可惜的就是准度啊，只加了1.6，才88。但是呢，后座的话这些都没有减，一个90.2，一个93.1，只减了0.1。然后机动性是掉了5.0啊，这个确实没办法，因为 M29 的机动性只有86啊，毕竟重机枪嘛啊。所以说机动性比较差一些啊。那么这一把的话呢，走射的话有84.3。啊，然后射程78.1，然后呢，我们一般都是带膛线管，膛线管的话是47.6啊。如果说击杀敌人的话，它还可以再加攻击力啊，所以说最高可以达到50.6，78.1的射程啊，这个相当于超射程的这种 HK 元帅的这种概念。然后呢，如果用脉冲管的话，13.9的射速啊，73.6的射程啊，但是这种就极光就是完全当这个冲锋枪在打，而且呢它这个抖动也比较大，所以说没有必要啊。射程管的话呢是82.9的射程啊，43.6的攻击啊，攻击感觉又有一点低啊，但是连射的话有13.17啊。当然最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样都是带这个膛线管啊。那么带膛线管的话12.5的射速啊，93机动性啊，这些整体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顶的一把啊。然后这一把的话呢，我是建议比较套皮肤啊，因为原版的话就是用起来的话是有一些抖动，都因为感觉这个抖动非常的大，就是原皮啊。非常的尤其是蹲姿扫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大距离是多远，只需要四枪。我们直接试最远的47.5米。这需要五枪啊。我们来看42.3米。啊，这种的话42.5米，两枪，四枪啊。啊，所以说42米只需要四枪，这个也是非常的顶了啊。然后这一把的话，如果我们可以套用皮肤的话，是感觉会比较更稳一些。啊，有没有感觉会稳一点？用这个桶，哎，我是觉得要比原皮要稳一些啊。有可能有的人觉得没差。整体来说，这一把就是非常顶的一把 M16 啊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罕见，非常非常罕见的一把。最后呢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饼干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Обнаружена бомба. Есть Т-4. Подкрепление.
一枪了。Roger, Roger. 二内，перезаряжаюсь. Йо-йо. Цель захвачена.哎呀，半枪没打到，喊出来了。Fire in the hole！谁会过来一次？哎，你怎么还在？Противник обнаружен! Уже иду!
Enemy spotted!